哎，你好，来，这东西都在里面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能出来跑单的感觉是真的好。只不过呢，相比上一次呢，天气冷了太多了。今天呢，感觉还是被子穿的有点薄。天气是变冷了，大家也注意保暖，多穿衣。4/11，哇，这么多呢。4号，那个酸辣粉那个吧。对。好，看我撒了，撒不了。好嘞，感谢啊。又取两个单子，现在这个面呢，跟汤是分开的。哇塞，这栋楼全是重新装修啊！你好，外卖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谢谢。好嘞，一块一块。刚才下楼又抢了一个顺路的，直接放到门口。哎，你好，外卖到这个门口了。好。嗯。这电梯上的太高了，下来好慢。还是干活好，在这等着，咱跑个几单以后，身体就不觉得那么冷了。哎呀，下班回来了，中午呢，准备煮那个汤面条呢，结果呢忘了买面，哎呀，还剩堆点那个挂面，然后再煮下一包方便面，有那个小青菜。喝一点，然后再整点鸡蛋。真的，一直干活的话，不一直都感觉不到。我是穿着一个冲锋衣，穿一个羽绒服，里面的一个保暖，底下呢是一个保暖裤，一个裤子，就是挡风也不行，新装了一个挡风口罩，扔掉。今天早上呢也是煮的面啊，然后没有洗锅，刚洗的。刚刚看了那个天气预报呢，是-9度最低的气温啊。然后今天晚上出门得多加点衣服，这点挂面，然后呢下一包方便面，打两个鸡蛋，一会儿呢再放洗几个小青菜往这一放。给我媳妇打个电话，然后我来的时候呢没带那么多厚衣服。我看能不能给我快递几件，因为现在买的话家里也有好多。喂，可以上门了啊。是啊，那你上完轻松了，发火。但是就是有点愣啊。我累，我拿回上去是。没有那么多。这上午出去跑嘞，你还是冷，大早啊，尤其是晚上肯定更冷，这比气温9度。那你得多穿几件，不能买从你买上还是点。要是出去的时候可以开吧，买一件。啊，你能给我寄几件吗？寄几件啊？下路面条。自己煮面了，可以多喝一碗汤。再来点自己腌的小咸菜。昨天晚上出去理发都涨钱了，25了，原来20。加工费腌的咸菜。今年呢，看来就这样了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，我想着说再干一个月啊，干到阳历年，然后回老家。因为现在我们老家那边也是不能出门啊，也是不能出门。还是干活舒服，因为看到这个手机上的钱呢是一点比一点多，然后心里面也高兴，哎，